你这整不这整出机会来了呗？不等你吗？嘴大呀，答应人家呀，答应那么多干啥呀？咱自个儿自个儿啥样不知道吗？那就跟你妹夫说一声呗，整个桥来年再搭呗，那玩意儿的。还非得今年修啊？你明不明白呀？你寻思家门口搭那桥，今儿搭明儿搭都行呢，心脏搭桥那是救命的钱，咋能不给你拿呢？再说这都乡里乡亲的都处挺好的，亲戚里道的，你不给谁拿谁能愿意呀？咱好不容易富一下子，你说俺俩用这点钱，门搁外边锁上了都不敢出屋了，你说在这借的咋整啊？咋整啊？你答应那么多，那你咋整啊？你想招呗？什么玩意？谁呀？啊，借钱呢？不知道啊，怎么咕咚一下子呢？哎，进来。亲，想每天都收到这样精彩的视频吗？您只需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，输入 TV5056 或好看喜剧，搜索后点击关注就可以了，也就是图片上有红圈圈的这个，一定不要关注错哦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哦。